文斌的手机背影的贴纸是妹妹的卡通头像，展现了兄妹两人的好感情。台湾粉丝悼念文斌，希望文斌在天堂幸福。虽然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但这不会是永远的告别，因为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和心中。我们是来送你到最后的，一路平安。22日上午10点，在天主教堂为文斌祈祷。